星空浩瀚无比，令人神往；探索永无止境，令人期待。我非常期待体验失重带给我的美妙感觉，非常期待用自己的双手早日建成我们自己的太空家园。我也非常期待将我眼中的太空美景呈现给所有的朋友和家人。说到我的兴趣爱好，刚才指令长也说了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那就是书法，横平竖直，收放有度。我还喜欢唱歌，抑扬顿挫，真情流露，因为这里面既有做人的准则，也有生活的哲理。神舟14号的三位战友在太空生活已经有半年的时间，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们。前段时间，他们收到了天舟5号货运飞船快递的礼物，非常的高兴。我们见面之后会有什么礼物，暂时先保密吧。等到我们见面的那一刻，一定会有更大的惊喜。同时，我也希望能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分享我们太空相聚的幸福和喜悦。最后，祝愿天地之间的你们和我们隔空遥相望，千里共婵娟。谢谢。